大家好，中秋节快到了，除了吃月饼之外，中秋节大餐也是不可少的哟。大统华厨师部为您准备了好多美食。首先看到这一款霸气十足，只有在餐厅才看得到的菜式，就是我们的龙蟹烩。这里面有一只大龙虾，还有一只大螃蟹，都是采用加拿大本地新鲜生猛的油水海鲜来制作，以香滑浓郁的奶油酱汁拌炒，在下面还有 Q 弹的意面铺底，搭配有西兰花装饰，分量十足，高尚体面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这一款物美价廉的中秋印月寿司盘，这里面有玉子卷、海鲜总会卷、彩虹卷、辣兔拿卷、三文鱼卷，四个红色的飞鱼子寿司，象征着中国古典的红灯笼，是不是非常的有气质，非常的有中秋气氛呢？说到中秋要烤肉，不想这么麻烦的宝宝们，我们为您准备了这一款烧腊三拼，这个可是烧腊界的黄金三宝组合，里面有半只烧鸭、半只豉油鸡，还有一磅的叉烧肉，适合所有的佳节聚餐。除了这几道菜以外，我们还有佛跳墙、最受欢迎的片皮鸭套餐、小菜拼盘、热炒剑南牛肉等供大家选择。这么多好吃的美食，挑花了眼怎么办呢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已经帮大家准备好了三款超值组合：中秋龙蟹烩佛跳墙组、中秋片皮鸭寿司组、中秋龙蟹烩寿司组。月圆人团圆，大统华厨师部中秋节套餐，陪您与亲友共度佳节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有大统华真好。